没事吧？没事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这是几楼？15楼。哟，那高点没法跳。废话，你又不是超人，赶紧想办法。哎呀，我这不想着呢吗？产科在几楼？楼下。走，下去。走，这边。小事，真没想到排小品的服装和道具都用上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得分开了。怎么了？我敢说，黑山老妖此时此刻一定记住手段锁定你的位置。我知道了，我去引开他们，你俩多保重。嗯，小心着点。随地大小便不是随地吐痰，你说我扶您过去吧，我扶您过去吧。也不用我想，我能忙你呢吗？您这是陪闺女来检查身体。我媳妇儿不是我儿子，不是我儿媳妇儿，不是不是。你咋回事啊？那您儿子呢？我儿子呢跟你们一样在部队待着呢吗？军属啊。嗯，您儿子是哪个单位？他那小的一个排长仨兵啊，守桥部队啊。好不好？那什么情况？他们是军人家属，老爷子的儿子在附近的守桥部队，妻子怀有身孕，老爷子这会儿想上桥看看儿子。用咱们的车送老人家去他儿子所在部队。是。去到安排车送老爷子去桥上看儿子。是。大爷，你看这多不好，谢谢啊，嫂子。哎呀，谢谢。继续搜索。是。老人家，嫂子，你们平静待命，若尔忍痛。站住！是。哎，这怎么说话？多少次了？这里是医院。知道了，快安身体。是。是医生吗？徐教授，举手了。